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。后面是啥词来？不重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壮鱼，今天终于在这里和你们相见了。那么为什么我出现在这里呢？是因为今天是壮鱼的杀青日。那么就是说，壮鱼也想邀请一下他的朋友也来出镜。那么这个朋友是谁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真的很可以的曾可妮。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这样介绍过自己了。那为什么现在我会出现在这里呢？那是因为恭喜壮鱼杀青啦，恭喜乌云玉皎月成功杀青。其实呢，按道理来说，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，我应该写一篇洋洋洒洒的小作文，然后配上各种各样的美图，然后来告诉你们这几个月就是过得怎么样。文采又的确是有限，就想用最就是质朴的方式，就是用我这张嘴，就是直接说给你们听。非常非常感谢，然后这几个月的就是拍摄生活，然后哎，有点害羞呢，突然。首先，当然是要非常感谢，就是制作组的姐姐们，就是谢谢你们选择了我，然后非常帅气，还有非常漂亮、颜值非常高的导演组的两位导演们，就是也很高兴能够就是跟你们合作。然后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，也学会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，让我能够知道怎么样就是去做一个好演员。除了哥哥姐姐还有弟弟妹妹们，还有可可爱爱的工作人员们。从去年的十一月份，然后到现在马上2021年的三月份，这几个月过得非常的充实和快乐以及美好，也有一些小小的烦恼，因为在我没有拍戏的时候就都拿来吃了，你们看我现在这圆润的脸蛋就能够看出来。没错啦，后面就是也会好好进行身材管理跟减肥，然后呢也想回到北京之后能够好好的把我之前立下的那些 flag 就是全部都实现，比如说架子鼓啊，是不是吉他啊，然后还有练舞什么的，就也会通通安排上。最后最后最后，祝乌云玉皎月杀青快乐。然后播出的话，那当然希望大家都来看了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来看哦。还要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一个人，这个人他又漂亮又有智慧，然后又非常的勇往无前。那个人是谁呢？对，他就是壮鱼。非常感谢壮鱼陪伴了我将近三个多月四个月的时间，这一段时间曾肯定也在跟你一起就是共同成长，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非常的让我愉悦。好了，那么壮鱼再见，期待播出的时候再与你相见。那今天小曾的杀青小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那我先撤了，拜拜。